呢一個活動咧，我哋覺得咧係非常之有意思，俾到我哋年輕人發揮佢哋創意啦，亦都係可以發揮到一個團隊嘅精神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決定咧係全力支持呢個項目。新嘅時代咧，我覺得新嘅語言就係呢個視像。透過呢個活動咧，俾到呢個年輕人教育就唔係淨係知識，無論喺事業好喺人生好咧，成功仲有好多其他嘅素養嘅，包括呢個創造力啦，包括呢個團隊精神啦。咁通過呢個比賽咧，我希望就可以能夠發展到、培養到呢啲咁各種嘅素養。我哋正希望做一位具影響力嘅新生代，佢可謂香港嘅價值觀。今日嘅犯罪令到佢好疑惑自己嘅未來，而喺某日佢得咗個話，諗如果我哋消失咗，會有啲唔同嘅地方。家庭我哋可以再打得更多勇氣，因為我覺得可以再更加快進到一個比賽啦。喺度聚集咗好多國家。在这个比赛里面真的可以获得很多除了拍摄技巧以外的，例如我们四个有成更加兼顾等等。